你加分呢，这个你们的宿舍很干净，很舒服。谢谢，谢谢。我特别喜欢我们特派记者类和鹿晗的一段对话。鹿晗，请问这是你一个人的衣柜吗？鹿晗对着镜头说：“这是我陈和你一起用的。”然后鹿晗说：“鹿晗，这是陈的衣柜，这是我的，还真的都是每个都是你的。”我也很喜欢那个，我也很喜欢涛在房间里面做代班主持时候那种很酷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仔细看镜头，因为他戴着墨镜。没有他，我只是感觉到两个字坚强，因为就是看都看不见，还慢慢的摸着打开了那个，打开了冰箱，还要找他想，其实那个上面的字不是不认识，是看不见。觉得在一起住最方便的事情是什么？最不方便的事情是什么？일단불편한점은사람이많으니까화장실은별로없으니까씻을때정말힘들고요要排队그리고네그리고장점같은경우에는일단타오같은경우에혼자씻지도못하고잘잠도못자고세훈이랑그렇기때문에외롭지가않아요그게정말제일좋은것같아요타오想要解释一些什么타오我一般晚上不洗澡不会睡觉所以刚才是哎涛，所以你刚才觉得是在诽谤你吗？我如果不洗澡是肯定睡不着觉。洗澡时候戴墨镜吗？确实不容易，因为他们其实是共享一个不算太大的这个公用的空间，所以大家有很多事情需要互相照顾互相体谅。以下的几种不好的习惯里面，你们最不喜欢哪一种哈？我会依次说一些，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很不喜欢那个习惯，我们就举手示意，我们来投票一下，好不好？整个环节涛都背对我们坐着，他是很抗拒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有可能每一条他都中。他讲完以后，全场就。好，第一个是占用他人的物品，不喜欢，讨厌的一条是什么？不喜欢。伯贤喜欢，伯贤觉得没有关系。伯贤觉得没关系。伯贤，你 OK 吗？啊，别人用你的东西。제가함부로쓰니까大手第二个卫生习惯极差，包括什么细节吗？鞋子袜子到处丢，衣服我累没关系对不对？累你为什么没举手？只要没有味道就没关系。可是乱七八糟你不会收拾一下吗？因为我也不是很捡啊，我也不会很收拾啊，你也不收拾，所以一起丢嘛，乱丢。看谁丢过谁。好，第三个，制造噪音，很吵，非常讨厌，是不是？我要没看错的话，涛每一个都举手。你每一个说完以后都是。但是有一个人几乎每一次都没有举手，伯贤又没有举手。伯贤，你为什么又没有举手？지금세계가제일시끄러워요。他就是制造，对他三个都是，又不干净，然后又制造噪音，又不喜欢拿人家的东西。他制造什么噪音？가장중요한거는그러니까게임을해요일단게임을총싸움게임을좋아합니다일단아이게그냥게임하는게아니라막실제로전쟁이난것처럼에이사이드에이스따라와따라와이렇게소리를지르면서실제로전쟁난줄알았습니다네对他一天而且他一天到晚真的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所以我现在一般早上都不用怎么定那个闹钟，你知道，他就自己给我起来唱歌，就把我给唱醒了。早上要起来唱歌。노래도많이부르는데자꾸틀리는걸로많이부른다控诉人，然后他也就在后面说：“我真的不喜欢。”说他故意唱错，让人家耳朵痛不舒服。他一直在抱怨鬼，是他一直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我觉得是因为他今天有一点怨气，因为每次站上台都会被拉下去。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位对这件事情都可以，也都不可以，是就秀敏。他的那种就是拒绝感和认同感没有那么明显，对，没有在这个房间都可以吗？是谁跟秀敏住一个房间？他自己住一个房间。哦，怪不得。哦，你没有室友。你没有室友。就问这些人的。你要挑一个室友，你会选择谁？如果在所有的团里面，嗯。抛一直的。같은집은좋은데같은방은싫어요저방을혼자쓸래요아 他刚刚说的是。
仔细翻译好了。你自己连冰箱上的字你都看不清，那个字都没有说出来，还怪翻译姐姐翻译不认真。他说，他刚刚说他以前在中国跟我住在一块儿，他住得很舒服。编，你这是编的，是吗？是你。问一下那个，对，鹿晗。那其实呢，他们在紧张的练习和非常高强度的这个工作之余呢，也会有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玩的游戏。那下面这个游戏呢，就来自于 XO 平时自己生活当中经常会玩的一个游戏。他们推荐的。对，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下面的虎克船长。虎克船长游戏规则：参赛者互相指定，按顺序喊虎克船长。最后落在长字上的人要学船长敬礼，并且不能说话，而船长旁边的两个人要做划船动作，并喊嘿咻嘿咻。出错或反应不过来的要接受难以下咽的惩罚。我们一起练习一下虎克船长。灿烈，灿烈，自己说，自己说，虎克船长。船长，是这样的，请注意，输的人喝苦瓜汁。那个真的很苦。灿烈爱吃苦瓜吗？哦，好喝。有苦瓜 ，OK。哎。船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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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种小孩吃到那种话梅的感觉。哎呦哎，对皮肤很对，我们来看一下捧场王。对皮肤好，对皮肤好。不要，我不能喝。新眼睛，瘦，吃苦，哇，咸的，他这个我变形了，黑手黑手。哎，咸的呀。他说感觉像砸路边的草拿来咬一样。对身体很好。加油喽，我们开始了，好不好？从 GO 开始，好，来，虎克船长，哎呦，虎克船长，我不能说干杯！哇，对身体好，白干椒汁吧，白干椒。夏天对身体好。这碗粥，温的，哎，加油，加油！长沙的小酱，哇！累抖了两下。是慢慢上来的，他不是。他是慢慢上来的。船长还可以吗？两位，两位船长晕船，两位船长已经要吐了。你给涛吧，涛喝一个，试一下，给涛提提醒。涛和抬石头剪刀布输的人喝一个，来全部，啊，这么近嘞，看一半一步。石头剪刀布，哇！这种命中率啊！哎，别让一个人当，没木火。哎，这样好不好？我们每玩一轮结束的，都可以在这边挑一个人，陪着一起喝，可以吗？啊，你一人干吧。加油，陈。哦。几位王？几位王？啊。对。
我觉得维嘉刚才提的那个主意很好，但是我们加快速度，就是如果你要邀请那边的人喝一杯的话，你必须自己再多喝一杯。有主持人提议游戏惩罚升级，输的人如果喝两杯苦瓜汁，就有资格指定任一个观看游戏的 XO 其他成员接受一杯苦瓜汁的惩罚。兄弟有难同当，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游戏吧。